学习注意事项。好的，表示同意是一个愉快的开端。好的。Sí. Sí. 说过好的以后，有时你也得说不行，听口气就能听出不行的意思。不行。No. No. 学过了好的和不行，现在我们需要请人帮忙，可以说请，请。Por favor. Por favor. 如果别人帮了你的忙，你需要表示感谢，可以说谢谢，谢谢。Gracias. Gracias. 您可以强调您的感激之情，非常感谢。Muchas gracias. Muchas gracias. 通常你会得到一个标准的回答，比如不用谢，不谢，或者不客气。De nada. De nada. 现在我们把单独的字放在一起说。好的，请。Sí, por favor. Sí, por favor. 或者，不，谢谢。No, gracias. No, gracias. 对不起，用于引起别人注意或者要求一件事。正确的表达是，对不起。例如，对不起，你踩着我的脚了。对不起。对不起。Disculpe. Disculpe. 还有请求原谅的方式。哦，对不起，是我不小心。如果不小心伤害了别人，就可以说真对不起。Perdón. Perdón. 当我们想表示遗憾或者感到抱歉，合适的表达词语是真抱歉。Lo siento. Lo siento.当一切都顺利时，你可以说一切都好。Está bien. Está bien. 下面我们学一些打招呼用语。见面时第一个有用的词就是你好。Hola. Hola. 分手时说什么呢？愉快的会面之后想再一次见面，你可以说再见。再见。Adiós. Adiós. 有时你们真的还想见面，有时只是为了客气，两种情况你都可以说再见。再见。Hasta luego. Hasta luego. 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个早上打招呼的特别用语，在早上见面时可以说早上好。Buenos días. Buenos días. 同时也有一个下午打招呼的短语。下午好。下午好。Buenas tardes. Buenas tardes. 晚上和人见面时可以说晚上好。Buenas tardes. Buenas tardes. 晚上准备去睡觉了，猜对了，可以说晚安。Buenas noches. Buenas noches. 睡了一个好觉，新的一天开始了。想迎接一位客人，或者有人正高兴地等着和我们见面，并且说很高兴见到您，欢迎。Bienvenido. Bienvenido. Bienvenida. Bienvenida. 人们相见时常会谈一些琐事，他们并不感兴趣你怎么回答，可是他们会问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Qué tal?
¿Qué tal? 今天怎么样？ ¿Cómo está usted hoy? 有人会问，今天还好吧？ ¿Cómo le va? ¿Cómo le va? 一般人会期待一个客气的回答，而不是一连串的抱怨。可以简单的说，还好，谢谢。Bien, gracias. Bien, gracias. 一切都好，您呢？ Estoy muy bien. ¿Y usted? Estoy muy bien. ¿Y usted? 如果一切都很顺利，或者至少没人抱怨，您可以客气地表示，我玩得很好，谢谢您的款待。Ha sido un placer. Ha sido un placer. 您的东道主会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了，表示客气总是很好的。欢迎下次再来。欢迎下次再来。El gusto es mío. El gusto es mío. 然后继续客气吧。分手时说，祝您，祝您。Le deseo, le deseo. 也可以表示最诚挚的祝愿，或一切顺利，或祝愿别人，祝您好运。Buena suerte, buena suerte. 当然，也可以增加些内容来祝愿，例如祝您健康快乐。Felicidad y salud. Felicidad y salud. 还有节日快乐。Felices fiestas. Felices fiestas. 当然还有新年快乐。Un feliz año nuevo. 告别时还可以说一路顺利。Buen viaje.Buen viaje. 哎，小朋友，你几岁了？生日快乐。Feliz cumpleaños. Feliz cumpleaños. 祝贺结婚纪念日。金婚快乐，银婚快乐。Feliz aniversario. Feliz aniversario. 祝您度过快乐时光，祝您在此过得愉快。Que lo pase muy bien. 以及祝您愉快。Que pase un buen día. 一个随时可用的祝愿是祝你一切都好。Todo lo mejor. Todo lo mejor.